我们这边开张了，好多人在路亚。本来想拍点撒网的，一看这么多人路亚，拍点路亚吧。看这个大老师好像录到一条鱼吧。鱼太大了，一下半下上不来，应该。哦，路亚能打到花莲子？哦，厉害！有十来斤。漂亮，都跟我脚一般大。花莲就叫大头。这小粪，你这还卖？看这鱼不小，哎呦！这鱼肯定不小，这鱼，哎。
去走了。那鱼不是满眼都去了。好，把我关了。这娃凉啊，自己叠的。哎，里边怎么又有一个手送呢？那这不是转一万个里边啊？十个吗？三个。都头一万咋的？我这家伙不弄啥，不弄啥。嘎断了是？这家伙等这家伙不弄啥，不弄啥，不要啥。手嘎断了似的。嘎断了啊！不弄啥都。这搁这点啥的相当技术。你干啥？你不干了？不多，你刚才不送人送东西了，这几个大缸真可绝味儿的，感觉都有七八两一个。这上抖音啊？啊，拍的段子跟人幻想一下子，这多热闹了！你去了？嗯。看里边都是大腿王搁里干的。我搁上面拍一份，我过会儿下去，因为我得上底边才能拍到鱼货，过瘾。我。今天老板娘没来，老板娘来我这下去干了。老板娘搁家吃饭了，给逮不少。逮我看刚才那人提了大半桶，他都是好鱼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您那玩具吃对对对，阿瓜这块儿真不小，这块儿人看到给他逮到了，你两人混拿到了一刀多两万个，那块儿丢半斤，三两不值，确保丢半斤。我带多少？两斤。哎，啥炖的？差锅里都鲤鱼。差锅里是鲤鱼啊？那都闷死了。这好吃这个。大缸真绝门的这个，这几个都够喝半斤酒了。一把克。什么地啊？鼻子上去了。这乱搞，这乱搞。哎呀，多卷皮了！如果用了，上自己了。过瘾，过瘾。对啊，都没看过。有事，老哥那里面有下水鱼。我那什么都有。不好，别的大。这个是今年太干旱了，就是抽着里边水去浇地的。他妈妈爷爷他逮的都快。抽水浇地，把这水抽了了，然后逮鱼人还怪把瘾。滚！你那蹭我！来，我给你扭扭。好，好嘞。你给我往这跑，往这边看了。这是把撒网弄过来拉了。撒网也能，都也能，起有其他用处。好，这个苗子打出来。对，过了。乐了。跑大跑跑都是鲤鱼。快！
那不是别会不会大嘞？手上看看怎么样？对的，这刚才俩大的跑了，我提上不来，上不来。刚才跑俩大的，跑得屌的。俩大的这么大，你说给你喊半天，绝没到群里。哎，可都一共都逮到一个。我打一个那弄两个哈，我还卖你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没道具，我就懒得开了，我没道具，我搁底下摁，那鱼都不好。好了。哦，这逮到了，逮到了，好大，有半斤重。大鲶鱼那个，啊，老板带大鲶鱼，都二三斤。这鱼它不好逮了。那个大哈，那个混子。都也都是给追，别着急似的。你弄些人追他，咋着急？那玩意儿都长得长了哈，有鱼来了，一黑一晚上的，冬天来的长，都那个照样那个那给你干到了。我知道了。那你瞧法。哎呦，好，还有一个，都给净跑两头去了。他我看那个跟刚才几个大哥也都贼大了。弄忙了嘛，老百姓也累了，然后做点鱼快乐一下子，还能增加点营养。再说要凉快凉快，下去洗个澡也不错哦。看这水多黑，这可黑。哎，干这又干大鲶鱼啊？这还算小，这可喽。慢点。大鲶鱼。这个鲶鱼丸正好吃。大来不好吃。
看看我这三个伙计这拉网怎么样。右上黄山的差不多，那边老是出黄山。俺给逮了都半斤。哎，那黄山缺不了半斤，我知道。都像这样水鱼，它撑不了多少了都。基本上他都上来了，那都好歹了。老表靠边说话。都在一黑月了，不要都在一黑月，这黑牛也可有几把重，你那比你那还不跟这腿子了，这腿子只够上鱼，鱼这拉来了，拉上头了，然后那里给拉进去，都是这逼来的，好死了逼的。哎，差不多，你找剪子把这网口给绞一口就它都出来了，全在补味了，你好好换，你这网这把都泥。走开喽，兄弟们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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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